小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欢迎来到玩具秀，我是你们的秀秀姐姐。今天乔治要去市场买东西，但是他边走金币边掉，但是乔治没有发现。过了一会儿，凯莉也来市场买东西，他看见地上掉了几个金币，就把金币捡了起来。然后再进到市场准备买东西了，这时乔治已经买好东西准备结账了，他摸了摸口袋，才发现金币不见了。乔治在市场找了找，也在市场外找了一圈，都没找到。于是他决定先回市场。他在市场里碰到了 Candy， 他问 Candy 有没有看见自己的金币。 Candy 马上把金币还给了乔治，并说道，原来这是你的金币呀，下次小心一点。然后乔治和 Candy 一起结账，结完账他们一起离开了市场。好了，小朋友们，今天的玩具就玩到这里，我们下期再见。